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要继续来我们下面 King 发奋战绩啦。那么今天要继续来抽我们的公主大人，也就是我们的夜王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是一定要抽到他的啦。第一个实抽。那这个角色呢，主要是我觉得他是里面最强的，也是有可能是夜王里面最弱的啦。主要是因为最强是你要手动。不然其实他的技能是挺强，只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话呢，就会削弱很多啊，说真的。因为他也按照那个你的当时的情况来发动技能，也是有一点还没有这么强，所以呢手动会很强哦。中了这个怎么说呢，这个词的那个记忆断片，这只的磁的记忆断片还蛮强的，还蛮适合夜王了。结果第二个彩好像歪了吧，歪了一个马场叶，木属性的 AT 属性的T 属性的马场叶。第二个石抽，哎，这次还挺欧的哎，还有彩哎。哦，最弱的话呢，是因为它自动的话没有办法按照你要的情况做啦。所以呢他怎么说呢，也是最强的，也有可能是最弱的。哦，又中这个诶，这个记忆断片还蛮容易中的。连续20抽都中这个记忆断片。后面还有猜吗，刚才忘记看了。这次的夜王他的动画也是不一样啦，必杀动画。他必杀动画说好看也不是很好看。但是也是有跟他的那个魂灵有关。哦，结果第二个歪了。第二个那个也是挺不错的，只是命中有增加，那个还挺好用的。有些对手呢他的闪避率还蛮高的，用这种记忆断片呢会比较好啦。因为他的命中是增加 70%， 最高诶，不是 70% 了。第二个是增加 50%， 所以增加到来最高好像能够到100吗，还是90了。第三个石抽到死。好，第四个石抽。拜托给我这个马场叶，我其实马场叶现在只差这个了耶。诶，好像还有差一个木属性了。诶，T属，一直讲木属性，哈哈，T属性了。哇，不会吧，这次又爆死哦。我还没有转就是暴食啊。好，那第五个石抽。其实因为这一次的活动我才发现其实我的新属性也是挺弱的，所以我还想要这次的夜王了。然后最近出了马场叶嘛，那个马场叶也是挺强的，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抽啊，我可能过后想办法存一点石头去抽啊。主要是这个马场叶王呢我还蛮想要的，因为只要是夜王呢基本上是躲不过 SSS 的了，他就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强的角色。然后歪了，唉，至少中这次的那个记忆断片也好，结果还是歪了。好，那第六个石抽。哦，有猜耶，三个角色，四个角色会比较稳嘛？其实也不一定，因为他只是前面的那个画面只是给你知道有彩罢了，所以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必中之类的东西。那这次彩色帽，这次彩色帽。然后我其实还蛮缺体属性的，不是蛮缺体属性的，就是我就是少体属性的马场夜王跟新属性的，所以呢，但是体属性那方面呢，我就比较没有这样顾虑啦，因为我其实有之前有抽豹哥跟道莲的关系，所以还好。所以这次新属性我还蛮想要的，因为我新属性超级缺角色。第七个石头。哇，不是啦，爆死哦。哇，真的爆死了，酷啊。
第八个石头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一只蓝哦。不是吧？哦，金色，出彩出彩，哇，没有 boss， 这次有点惨啊，第九个石头了，不是吧？我想要夜王啊，出彩出彩，出金。哇，连续爆死欸，超级惨。而且常驻的角色基本上我也抽完了，呵呵，都有了啦，不是抽完了，都有了。第100抽，现在只是想要这些限定的角色啦。其实这个游戏也很会做生意耶，呵呵，一直出那个限定的角色就没有这么容易倒，它其实算是日版里面维持最久的了。这个游戏到现在还有，就是还没有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关乎，因为很多日本游戏其实跟他一起出的时候呢，也是很早之前就倒了110抽，所以其实我还蛮开心，就是还能维持到现在啊，还可以一直拼命的出角色，其实挺赞的。可是你为什么一直给我爆死？哦，有了，哇，终于有了，这个特效我还挺喜欢，之前我一直有这个特效，现在很少了。哇，只有一颗耶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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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110抽了。哦，停了停了停了，有吗？哦呦喂，赞啦，哈哈哈，终于中了终于中了，哭啊，终于中了。我现在钻，哦，还蛮可爱的，呵呵，虽然是一个男孩子，不，就是因为他是男孩子才可爱，呵呵，终于中了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订阅跟分享，也别忘开启小铃铛哦。我觉得如果你是 B 站的话，点个三连关注我。我是阿伦，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，拜拜，拜拜。